给你们看看，小安没有开学又在这做上手抓报了，这天天愿意做手抓报啊？不是，突然发现的，还差了一篇读书手抓报。作业还没有完成啊，差一个读书手抓报啊？嗯呐，心都碎了。这画的我有点看不懂啊，但是这几个字我是看明白了，爱丽丝梦游仙境，涂完色就能看出来是什么了，整个大门牙啊。现在我已经做完了哦，大家看看，哇，彩色的，多巴胺的颜色呀，什么颜色都有。爱丽丝梦游仙境，这是一个读书笔记，有作者的简介、人物介绍，还有主要的内容。里面有个人物是风帽子，这是他的帽子。嗯，这边还有扑克牌，接着下边这有书，有钟表，这是还有一只小肥兔。兔八哥呀、啊，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幻影猫，这个是里面的主人公爱丽丝。对，她聪明、善良又勇敢，乐于助人，抱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童话故事的话，里边的人物你们都是知道的。还、啊、你知道用多长时间了吗？拥有了3个半小时，这里面图案画着特别的费事。喂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做的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出来哟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的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我问一下，你作业还有没有手抓报了？没了，没了，是不是全都没有了？困了，困了，睡觉。